好，我们院里面的我们名媛青枝，好，院青枝名媛，还有我们属青枝各位经理咨询小组的委员，还有各部会的工作伙伴，还有本部的各位同仁，本属的同仁，大家午安。我想今天借这个时间来召开我们108年的青年好政 Let's Talk，我们青年回应及成果分享会部会协商的一个会议。当然，在这个会议这个开始之前呢，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院青志跟属青志的青年伙伴，在这一段时间都很多的一个给我们很多的指导。当然，也要感谢各部会，尤其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唐政委已经召开了2场的像这种的一个会议，去讨论媒体试读。地方创生跟部落发展这几个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各部会以及我们所有的青年伙伴，大家对于所提到的这些的议题都非常的关心，我们各部会也都非常的认真，也协助我们各青年对于所提出来问题来回应。当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教育创新。因为这个教育创新，政委说这是我们教育部比较多，所以就由我们部里来召开。那么我们在这今天的一个会议当中，我们今天有在过去当中 Let's Talk 当中有7场是教育创新的部分，所以借着今天大家的所提出来的意见来交换彼此来交换。我想青年署在今年度办理这个青年 Let's Talk 的这样的一个论坛，我想是本着我们青年引导青年，以及我们来推动开放政府的这样一个理念底下，让我们的青年自己来带领讨论他所关心的事物。当然，所提出来的意见，我们总觉得要透过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方式，也要透过我们整个一个所有的一个让青年都有再一次的参与。好，以及让我们都有一个课程的机会，也就是这个所提出来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政府部门也知道青年的意见。当然，在这样一个会议过程结束之后，我们在下个月的8号、9号，我们会召开一个成果的一个发表会，到时我们会再一次的邀请所有这27场的所有参与讨论的青年们，以及我们跟各部会以及所有广大的青年一起来，对于整个一个27场之后的各项的意见呢，我们政府非常重视的这样情况底下，让青年们来知道。当然，今天这个议题里头，我们教育创新有所提出来的，有涉及到的劳动部，也有一些是跟卫福部、跟内政部有相关，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这3个部会的伙伴们，当然也跟我们高教师、技职师、国教署以及学务特教师等等啊，这几个还有终身教育师等等这几个师处署啊有相关，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工作伙伴。我想借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大家彼此共同来关心青年所提出来的问题。因为我刚才说过，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理念，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线上有一个 Slido 的所有的青年，不管是在座的青年也好，或者是在线上的青年，因为我们同时也做直播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等待会也有一些青年会在 Slido 上面所提出的意见，所以待会我们在场的各位，我们政府的伙伴、各部会的伙伴们呢，也一起来关心这些线上所提出来的问题啊。我想再一次的感谢各位青年伙伴们的与会，也感谢我们其他部会以及我们本部的司署里的工作同仁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我们今天接着下来我们就把简单的把这一个未来要去今天的会议以及未来要工作要各部会来协助的，也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简单的工作的业务报告，是不是？哪一位？好，来家庭好。
主席，还有各部会同仁，还有本部同仁，还有就线上的朋友，大家好。那为了鼓励青年参与公共事务，来透过青年自主发起的讨论活动，以青年引导青年来关注公共议题。那今年配合行政院的政策，我们办理108年青年好政系列 Let's Talk， 除了强调以青年引导青年外，还有开放政府的理念。然后我们也以地方创生、教育创新、媒体试读跟部落发展作为讨论主题。那办理的方式包含两种，一个是专案合作，另外一个是青年自提两大类型。那专案合作，我们主要是邀请长期经营各主题领域的非营利组织或社会企业青年共同规划办理。青年自提则是由3到5位的18到35岁青年自行提案，并经过初审、复审的审核。那此外，这两类的 Let's Talk 都需要参与审议民主组成才培训，并按照审议业师的建议进行提案修正。经过最终审核，我们一共核定了28场 Let's Talk。7到9月呢，除了1场 Let's Talk 因为台风因素取消办理之外，那其余27场均如期的办理完毕。那总共卷动了699位青年共同关注公共议题。那由于今年这一项计划呢，配合政委办公室推动开放政府政策，那我们 Let's Talk 各项执行的环节，除了强调资讯公开、公民参与、政府当责的精神，那为了实践政府当责，我们后续也更将各场 Let's Talk 的结论报告公开在活动网站上，并委托财团法人台湾经济研究院协助收整青年共同关注的议题结论，以后送请相关的权责机关回应。各组则这主题所涉及的全国则机关请参阅会议资料附件一。那本次会议青年意见会诊表如附件二。那此外，我们也规划在10月召开3场青年意见回应暨成果分享协商会议。那今天是教育创新的场次。11月9号到10号呢，我们则会办理成果分享暨交流会。那会议议程请参阅会议资料的附件三。那让这个部分呢，就是会让与会青年针对青年关注议题还有部会来进行充分的交流。以上简单报告。谢谢我们家庭的一个报告哈。对于刚刚的报告，不晓得各部会和我们青年伙伴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想非常感谢，也借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大概也陆陆续续的到了，所以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几位亲资委员哦，我们是从院青之开始啊，第一位是我们的名媛，要自我介绍一下啊，很快的，好不好？大家好，我是行政院青资委员，我是何明媛。那目前呢，另外一个身份还是这个工业总会青年委员会的教育长。那同时，我之前也在这个大学兼课跟当讲师，那对这个蛮有兴趣的，那欢迎大家等一下可以多交流，谢谢。好，谢谢明媛啊，还有李欣，欢迎你。在场各位好，我是行政院青资委李欣，那目前就读于台湾大学3年级政治系。那像我自己去年的话，其实我就休息了一年，然后有点像 gap year 这个概念，所以今天就希望也能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个想法。那同时我也担任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的理事，就是关注青年的议题。好，谢谢李欣。好，接下来有几位，原来登记要来的泽豪、易祖、定方，他们待会可能会陆陆续续过来。接下来是我们的青年署的亲自小组的委员，是不是钟伟？你先自我介绍吧。在场长官、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国际组的亲自委员钟伟。那我主要现在在帮忙的专案就是有关于 Gap Year 的那个青年储蓄账户的青年体验学习计划，以及青年壮游台湾的相关的组织计划这样。那现在也是之后要去读台大社会学习，那现在在休学中一年。谢谢。在学习一年 ，gap year 一年，好，欢迎你啊，来一楼。各位长官，各位前辈好，我是署青资以柔。那我本身另外一个身份是，我在署青资担任生涯组的部分。那我本身另外一个身份是一家社会企业的执行长，我做的是关于环境工程相关。那我前身是个老师，所以我对于教育创新、地方创生都非常的高度的兴趣。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是永兴。
长官还有各位刑警大家好，我是属青资永兴，那我目前是一位社工，那我本身是用自由工作者的方式在工作，然后我本身关注的议题就会是地方创生、社区营造还有灾难重建，那我目前也有在学校做兼课还有群众募资相关的工作，谢谢。好，谢谢永兴，来齐生。处长，各位长官好，我是齐生，然后现在是教育部青年署的青资，然后我也有两家公司在做跟教育有关的事业这样，然后上一场次也感谢那个行政院啊，然后各部会这么重视青年的声音，我很多朋友在线上参与，他们说他看那个会议现场，他觉得各部会的回应跟他们想象的很不一样，所以在这边也呼吁线上的伙伴多多在 Slido 上面发言，那今天罗署长主持也会大量的回应青年的意见。好，谢谢永兴。齐真，好，接下来是云真，好。各位长官、来宾，大家好，我是属青资杨云真。那我目前也有在台南担任儿少代表，那我自己也是有休学一年，所以也是对于教育创新的部分非常了解，然后还有学生权益的部分也有涉略，谢谢。好，谢谢云真，接着是陈颖。好，来，天浩 ，Hello， 您坐下来就要您讲话，自我介绍一下。不好，因为大家介绍完了，刚好是您进来，天浩，谢谢。好，不好意思，我 delay 了。然后我是 LI 情境科学教材的天浩，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主要在针对国中小的学生设计重新设计科学教材，然后希望能够帮助老师能够去在面对108课纲的时候，能够有好用的工具、好用的教材，可以帮助他的课堂去做素养导向的教学。然后对，然后因为自己本身也在教育领域有所关注，然后也经营了大概5年多，所以今天就来到这边，然后能够希望能够听一些大家的想法，也希望能够给予一些经验分享，谢谢大家。好，谢谢天浩。好，谢谢。待会呢还会有陆陆续续我们的委员啊、我想接下来啊，就因为部会跟部里的伙伴们，我就不再一一介绍，待会有发言的时候再自我介绍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不是？我们就从第一场次开始，是来。好。第一场是社团法人国际城市浪人育成协会在7月5号办理的 Gap Year 解决青年迷惘的可能，那一共有会议资料在3页到6页，那请参阅。那一共有几项意见呢？青年曾经有在会后进行修正过，是包含了第一项，然后还有再来是第三项意见，有青年有在会后进行修正。好。要不要这个要需不需要简单的一个说明一下这个他们的青年的这一个场次的青年的意见的主旨这些先说明一下，然后再请各组织的分案的一个单位再看看机关或者单位再看看这样的回应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做调整或者是补充的回应。好，第一项意见呢是目前对 Gap Year 的资讯能不充足，导致青年于高中毕业以后无法决定该选择先去 Gap Year 或直接继续升学。那第二项意见呢是有关于大众对 Gap Year 的认识不足，大多认为 Gap Year 只是学生不想继续升学的逃避方法。第三个呢是指可以仿效国外的升学制度，认列 Gap Year 为正式课程与文凭，体制内提供能有 Gap Year 效果的教育。好，谢谢。来，现在就是我们看看我们请这些机关的回应，或者是这个机关有没有补充的回应，还有青年有没有对于这些回应有没有什么进一步要交换意见的，有没有？线上的，希望纳入教育体制，那这岂不违反就是？他的反对纳入教育的体制吧？嗯。好，那我们的国教署或者是技职司，我们青年署有没有什么？或高教师有没有什么意见？
其实有没有？金言，我看您蠢蠢欲动啊，没有欲言又止。好，来，金言。好，那我要先说一下，其实刚有跟技师讨论了一下哈，那我们这边主要是针对高中职以上的学生哈，那目前其实教育部已经有推这个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户专案了，原则上就是鼓励学生这个先就业再入学哈，那所以说相关的一些资讯。我们有把这个写在这个资料里面，也有一些网址，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青年朋友可以来参阅。哦，那这边我可能要强调的是两点，然后第一点的部分，如果我们目前这个机制来讲，就是原则上你是还没有入学的哈，那如果你先行就业的话，那将来你可能会思考说，那我入学我怎么办呢？那原则上就可以采个人申请跟特殊选材的方式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设计都有考量说，因为这类学生其实他很特殊哈，所以说不管他走个人申请或特殊选材的这个入学管道，原则上我们比较着重他过去那一段时间的这个职涯的体验的资历哈，所以原则上他的资历大概会占他的总分会60%以上哈，不会完全考虑他的不会太大的比例去考虑他过去的这些基础的学科。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第六页的第三点来讲，这些青年朋友其实他想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 gap year 不是还没入学，他已经先入学，然后他再去 gap year。哦，那这个是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哈。那这种状况来讲，其实它大概的状况就是，目前我举以大学段举例，我们大学段的修业年限是4到7年哈，所以意思是说，其实你不见得一定要在4年完成大学学业，但是各个大学来讲，各个系所都有所谓它的毕业条件。好，如果你在这个修业期间，你想要做 gap year 其实是可以的，那只是说你过去这个 gap year。的就业的状可能是就业或者是体验的状况，将来再回到校园端的话，能够被采认的这个部分哈，那原则上会取决于在于你那个体验跟就业的状况跟你的科系是否相符哈。如果你相符的话，那当然第一个部分最简单的就是可能会涉及一些课程的学分的采认，那第二个就是你的就业的环境有可能会跟你的毕业条件的实习会有相关，可以折抵你的学习。好，那将来如果都满足之后，那原则上就会去抵掉你的毕业条件。那这样的，但是实务上操作来讲，各个学校对的科系的毕业条件都会自我把关，所以他会看你过去gap year 的一个体验的状况来决定你能不能折抵哈。那当然这个前提是要有跟你的科系毕业条件要有相关，才有办法处理哈。这个以上两点说明。好，谢谢补充说明啊。好，还有没有要补充说明的？啊，来，技师，好，各位在场的各位哈，线上各位大家好，技师是徐正邦代表会，就是说刚才高老师其实讲，因为我们高教的那个制度大概是一致的，大概是一致。那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再补充，就是说，像我们的那个推的那个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方案哦，它有两大轨，第一个就是青年就业领航计划，再搭配青年储蓄账户。另外有一个叫青年体验学习计划，这书里面也大力在推动的哈。那相关的那个资料。就是有关这个相关的体验啊，或是那个要就业的那个职缺资料，我们都会定期更新，然后公告在那个网页上哈。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有关那个入学的部分哦，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技职体系的部分的技专校院哈，如果是4技或2专的进修的部分哈，都是采单招的方式，所以它就不是像那种日间部那种联招啊、考纸笔测验，它都是各校单独招生的，就不是看那个统一入学测验这个部分哈。那另外日间部的话，刚才那个我们新源这边也有补充，就是有特殊选材啊，还有那个个别的那个的管道，就是那个也是可以不用看那个我们的入学测验的部分。那我们这边技职体系还更特别，是我们还有所谓绩优的部分哈。绩优就是如果拿到乙证啊，或是相关竞赛的部分，特殊优异的，也可以透过不是纸笔测验的部分。那刚才那个最后面那一点，就是有关那个gap year， 就是要纳在那个毕业采绩的部分。其实
我们刚才会前就是因为这个案子一开始没有分到我们这边，它只是增加，所以我们没有来得及回应。那这个部分其实跟刚才新源讲的很有，就是我们会看，因为其实我们技职体系也很多，它是看，因为它是一个四年一个完整的课程规划。如果你出去的，因为我们技职有些是实习的，就是实作方面的课程学分，如果是跟你那个是可以相抵免的话，这可能还是可以跟我们系上的，就是在你在出去壮游或是出去做 gap year 之前，可以先跟你们系上的老师先征询一下。因为像我本身就有，我们以前有个同学是他也是出去，然后他回来某些学分其实我们系上是有抵，也给他抵掉的。那不过他前提比较特别啦，因为他真的是国外，真的是去念一个短期的学习的东西，他利用一段时间去做短期，他休学一年，那回来再抵部分的东西这样。不过这个可能我觉得是不管是任何青年或什么，如果有计划的话，比如说你已经想说这一年你可能要做什么的话，那你可以先不妨先探寻一下，可能会对未来回来被系上或是所上抵免会比较有直接的效益。以上。好，谢谢正邦哈。好，还有没有？好，我想刚才这一个我所高教师正邦跟那个青年所回应的，事实上就是要回应的第三个议题了哦。那第二个议题啊，我想看看在这里头有没有各单位还没有补充的，也麻烦大家也留意一下，我们在线上在 Slido 上面也有一些的问题了哦，所以大概这些的问题如果可以回应的，那因为在线上也帮忙也留意一下哦。怎样折抵学分，怎样评估，然后这一个有没有辅导机制跟实习有没有重叠，这大概在高中毕业这一个到就是我们就业储蓄账户这一个部分啊，大概都现在算是比较有大概宣导的时候啊，这些大概都有一套的一个，但是这个大学之后入学之后再去做这个 gap year 的，这可能在各个学校里头可能了解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的多哦。就刚刚新源跟正邦所说到的，那如果是跟实习有关，跟学校的学分要抵免，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跟学校里头的各校的一个做法，以及他们的一个抵免的学校之前的跟学校的联系就很重要了，是不是？新源这跟正邦这些再麻烦补充到内容当中，让更多的人在未来在把它公布的时候更能够了解这一些，好不好？啊，对于线上的有没有要帮忙回应的？有没有？其实从这个线上的回应，它主要议题是在于，就是说，那学生已经在学了，那他如果他想要 gap year， 那将来要怎么办？其实就是刚才正邦说的，就是说，可能学生有这样的需求的话，你要跟上系上的老师先了解一下他的学分或者实习的抵免的制度哦，那是否有符合哦？那我以举例而言，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医学系的学生，那台湾的医学师的制度，他是一定要实习的。好，那可能学生的实习，他想说，我不要在国内实习，我可能要去海外的医院实习。好，这时候其实是可以的。那只是说，对学校而言，他的海外医院，他一定会了解说，那你这个海外医院是否是当地医疗主管机关所许可的公立医院？哦，不，公立的，许可的医院。好，那如果他认定这个医院是可以的，跟国内的品质相当的，那当然这个部分，用这样的 gap year 的方式去抵实习是就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部分，因为目前来讲，实习跟学分的才认的抵免是属于大学自主的一环，是各个系所对于它的品质的要求。那所以说这个要回到校园端的那个所属的科系去做一些询问。以上补充。好，谢谢。在座的青年有没有伙伴们有没有？好，来，钟伟。因为我刚才说我就是有，就是我就是在那个青年体验学习计划里面的就是参与者这样子。那我其实主要想提问题是，当初在选择就是关于就是要参与职业就是劳动部那个跟这个青年署的这一个，其实有
就是很多老师给予建议这样，但其中有一些老师的建议就是说，千万不要去那个就是劳动部那一个，因为都会选到坏工作。就是说什么你不管选什么工作，都会全部都会到那个便利商店当那个店员这样子。所以我想说一件事是，就是会不就是。因为我之前在研究这个，在我在选择到底要去哪一个那个方案的时候，其实那个职缺是还没有出来的。之外，其实还有就是到底哪一些人的分配怎样，然后或者是到了哪些职缺上，他现在发展如何？其实他好像是没有一个统计数据或可以去更大，就是让这些生涯辅导专业的老师可以知道，或者是去让他们可以跟小孩讲说他们应该怎么选择。所以是不是不方便？这个东西是可以请教育部在就是修正这样。那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组织单位，嗯，好，劳动部职缺的是不是好？劳动部代表这边回应，有针对那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其实它是一个我们跟教育部还有各部会共同推动的一个计划。那它的工作的内容，因为其实这个计划强调是说提供一个好的一个工作机会，让青年先去做一个职涯的一个探索，那再回过头来看他之后升学的意向的一个选择。那目前这个工作的一个开发您刚提到说它都是坏工作，那这边做一个厘清啦，因为我们这些工作机会其实都是由所有各个部会推荐出来的，那我们会在教育部召开这个会议当中，大家去检视这些职缺分布的一个它的行职业别的一个分布的状况，还有它的区域分布的一个情形，那去协调各个部会，各个部会这边一起来加强去开发好的一个工作机会给青年。那青年他在这样参加了这个计划之后，他的劳动条件跟他的薪资待遇其实都一定要符合劳基法的一个规定。那工作机会是很多元，那或许它也会有工业类，也会有艺术类，然后也会有这个可能工商行业不同的领域范围去让青年选择。那如果说青年在参加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中，有觉得对于这样子一个工作的前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建议，那我们也都会有劳动部跟教育部这边的一个辅导的团会去关怀青年的时候，其实也都可以提出来给我们，作为往后年度再请各部会去开发这样职缺的时候的一个一个未来的检讨的一个方向。那谢谢您这边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我想再补充一点是说，因为像就是说，如果像一般，假如说高职的学生去参加这个就是领航计划，绝对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就会有自己的专业，假如说会投入制造业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行业。但就是很多时候是高中生，然后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专长，或者是这个老板会不知道要怎么用这个学生。那有没有一个配套措施，就是针对这些高中生，如果他想要先去体验就业，然后再回来读书的这一群人，有没有针对这些高中生有什么特别的辅导机制或措施？对。好，来哲芳，这边补充说明哦，您刚刚提到，其实它会分成两段其实它有层次了。第一个部分，它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是在老师这边就会透过教育部这边的一个这个职涯辅导的一个机制，去帮助青年去厘清他未来可能有意愿的一个方向，那再去我们所公告的职缺当中这边去做选择。那这个职缺它虽然是一个工作室的一个学习，可是我们也我们劳动部这边也有要求这些事业单位，他要有他自己内训的一个机制，或者是他要提出一个训练计划。那劳动部这边会补助这个事业单位这边有一个训练的一个费用，那让青年在这个一到两年的一个时间，可以是透过做中学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进去到那个职场，他就直接是一个必须要立即上岗的一个这个工作人员，他其实还是有学习的一个。这个学习的一个成分在里面，那我们会有工作岗位训练计划，有事业单位这边有专人来跟他们做一个学徒的一个指导的一个做中学。好，谢谢。还有没有？好，来子清。这边想要就是算是提供一个实际可能经历上的会遇到的困难，像回应刚刚学分的部分，其实是如果是那个科系本来就会需要实习的话，你会去 gap year
等于其实你本来就是想要去尝试看看别的东西，所以再反过来说，哎，那你要 gap year 去认列实习的学分，其实反而会没有对应到可能实际上的需求。我在想这个，我想象这个提案当初，可能想象的也许是他想要去有一个，也许就是 gap year 的哦，他前期先有一个规划的一个学分，就是可以有一个老师跟你一起讨论说你这一年怎么样的规划，先有一个规划学分，然后你真的回来之后完成有一个 gap year 的学分，而不是去对应说这个系所各自的实习的那样子的学分，因为我觉得这可能跟实际上的需求会没有办法对接，那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能的。好，谢谢李欣这个问题，这个可能正方那个还有那个新源，可能这就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了。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说一个系所的课程的规划，其实它大概不是乱开设，它会去想象以及用一些理论基础去评估到底这个系毕业需要培养什么学生的核心能力，会依照这样的一个架构下，然后开设这个体系这个科系所需要的选修必修的课程。那当然就是说刚才我有委员提到说我想要学的课程并没有在这个科系的课程，并没有在科技课程，那当然我当然只能去 gap year 去体验啦。那时候这时候就会考虑变成两个议题啊。第一个议题就是学生想体验的跟他的科系完全是无关的，完全是无关的。那当然如果是完全是无关的话，那当然你就可能在实务上就没办法回到那个科系的体制去抵免学分，因为你挂的是进入气管系啊，可是你去的体验跟你的气管的核心能力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当然系上老师可能就不会让你去做抵免。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他可能有关系，但是他系上没有开，他没有开，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回到刚刚一开始其实正邦也有说这要跟系上老师来讨论，那这样的其实虽然系上没有开，但是基本上他直接或间接还是跟所就读的科系有关系，那是否可以做一些抵免的问题？那当然就是还要回到学校端去做一个处理。以上做一个说明。好，谢谢。好嘞，李欣。这感觉比较像是一个想象，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跳脱系所的，它比较像是有点像以台大为例好了，之后就会开设新生专庭，或是有这样子的通识，因为我觉得大家担心的并不是说我到底能不能在系所的必修或者是选修学分里面，而是我这一年其实我这一年确实有在学到东西，那是不是可以有某种有点类似补贴的方式，至少不要让我这一年完全跟学校去做脱钩，而不是想要回扣到真的系所上面的学分。我自己的想象是这个样子。好，谢谢。好，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暂时没有的话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一个逐字稿是什么时候要上线？我们会后如果完成的话，那就会就是直接就是请大家先确认以后，然后再上网。好，因为我们这一个都会有逐字稿所以一并的刚才我们所讲的话会有一个逐字稿上到我们的那个网络上面公开，所以呢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倒是有一些是可以在会后再请那个新源跟正邦我们再补充一下他们的这些青年伙伴们所想象的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再一并的来补充说明，好不好？因为这可能是在我们的可能不在这三个题目里头啊，但是在学分或者是这个去体验的过程当中，如何去跟学校连结的，或者是在学习连结的这个部分，再麻烦再用书面的来补充说明，好不好？好，谢谢。好，这里头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这一个西池所提出来的这一个议题就到这里，我们再下一个好不好？好，来。好，第二案是青年团队实践青年政能赋权，在8月2号所办理的 Let's Talk 讨论议题为教育再创新，发想青年政能赋权的崭新途径。那一共有三项的主要意见。那第一项意见呢，是建议将各校学生会财务状况透明化，并培训相关人才。那第二项意见是学生会章程应适时弹性调整。第三项意见是加强活动自主审查制度。那相关的分案的机关包含了高教司，然后国教署、青年署。
那青年署在会后呢，有把相关的意见再做稍微的补充说明，那有用灰底的方式来呈现。好，谢谢。来，我们先听起身。署长、各位长官、各位青年，大家好。那个，感谢各部会的上一次、两次那个两场次的回应。那我们青年也真的感受到唐政委说的透明、当责、涵容等等的这些核心。那这一次在这一个议题里面，我想特别着重第三项，因为前两项跟青年署非常有关系，它是学生会联。然后，在我们过往跟青年署的配合里面，青年署每年已经非常努力的在为学生会在努力这样。那我认为现阶段当然有可进步的空间，可是目前来说，青年署所提供学生会的辅导已经蛮完善的。那为什么我想着重第三个呢？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分案青年署的回复，说本项建议本署要与学特司研议，协助学生会加强活动自主审查。我想提一个建议，是不是我们第二句话必协助学生会，我们改一下，不止学生会，因为我们第三个我们着重的对象不是只有学生会，我们是校内的学生会以及学生社团、异议团体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不止青年署，学特司我们也很需要学特司的协助，因为在这个学生事务的辅导上面。那还有我们看到学特司的回应里面有讲到说，接署大学法第33条第二项有关辅导学生自治组织之自主范畴，他讲说各种活动的申请。那这个大学法33条讲的学生自治组织，其实指的是学生会而已，所以我们这个第三个加强活动自主审查，这青年提的不是我提的，其实我有一点不同的想法，不只是加强自主审查，我们要加强校内的言论自由、表现自由。那我们不只是回应到大学法33条的辅导学生自主组织而已哦，因为这样就只有青年署的业务，我们这边真正想要强调，不止学生会已经是校内最努力的一群学生了，那其他社团他们是更困难的，其他社团他们也许更不懂得自治，更不懂得为自己争取权益，那他们在校内如果还受到学校各种审查的话，他们会觉得很辛苦。我举一个例子，好，所以前面我的第一项意见是，这边我们除了需要青年署的协助以外，我们也很需要学特司的协助，因为我们当初在提这个的时候，我们对象不只是只有学生会，还有学生社团，还有其他的组织，还有异议团体，这个第一项。那第二项是，我听到各种青年告诉我说，学校用各种手段来审查、来阻挡。当然，学校它可以在我们原本的法规就已经授权的范畴底下，它因为是不是时间很满啊、没有场地啊、校园整洁为由，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我举一个具体我真的听到的学校，我们就不指名哪一间。有学校他想要在学校做类似公民墙这样，他名字还没有取叫联盟墙，他没有要这么意识形态很重，他就叫做公民墙，他要让学生自由的上面发言。那当初他在问学校的这个经管单位的时候，问说我可不可以办理这个活动，单位跟他说没有问题，他说我要办理活动，我要做类似这样海报墙，单位说没有问题。结果单位收到他们的这个活动申请之后，看到是这样的活动，这个组织不是学生会，它是一般的团体、一般的社团。结果学校看到这个之后就改口，就跟他们说，我们这个没有空间了，也没有，就都被订满了。那这就让我想到，因为我过去大学念特教的，就让我想到我们过去在没有 NCLB 之前，我们会有 NCLB 之后，我们才有所谓零拒绝。我们现在特殊生学校是不能以各种理由拒绝，可是早期是怎么样？早期特殊生想要就近入学的时候，学校不会说因为你是特殊生我不让你入学，学校会说因为我们没办法提供你服务，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软体，因为我们没有够好的硬体，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你服务，学校会用这样的理由来拒绝。我觉得现在学生的言论自由在校内就很像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真的需要学的是跟青年署、跟教育部各单位一起来努力。我们看了两份报告，2017年的时候，学特司做了一个权力调查报告，学生权力调查报告。2018年，青年署做一个学生会概况调查，大家还记得数据吗？2017年有一个新闻，斗大的标题说，校内办理演讲活动高达77%的77%的学校需要学校审查，那真实的数据是76.83%。我们看2018年，刚刚2017年那个学特司做的是针对学生办理的演讲活动，2018年青年署做的是完全针对学生会的，比较近的一点的资料。同时访谈了学生，对不起，问卷调查了学生，也问卷调查了学校，学生里面
表达 84.24% 的学校需要学校审查，实质审查50间。那学校辅导单位呢？辅导单位的答案并没有差很多，高达 80.26%。那实质审查包含32间，报备制是74间。这个是学生会，有学生会已经最会为自己权利来讲话了，结果还这么高的比例。所以在报告里面，这个撰写报告的研究者就讲说，这个民主概念本来就已经是普世价值了，那显示言论自由相关政策与法律效仍有进步空间，仍有进步空间写在报告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两份报告，不论是学生团体社团所办理的活动演讲受到的言论审查，或是学生会办理的演讲活动刊物受到的审查，现在比例都是非常非常高。所以感谢各单位已经很努力的回应了，不过这个问题既然每年会被一直提，从2017年甚至更早，2017年有这份报告，到现在一直每年一直被提，是不是显示我们的对于学生的辅导可以用不同的想法，或是用不同的层面，让言论自由、表现自由的展现能够更加落实？谢谢。好，谢谢启生哈、哦，这议题真的是很严，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哈、哦。我想在这里过程当中，他第一个、第二个大概，因为我看一下都是跟青年署比较有直接关系哦。那我想这里头大概青年署的回应，大概是这些可能可以去强化的。第三个部分，那就要拜托，事实上青年署也好，这一个学特司也好，甚至这个业务的主管室的那个高教技职也好，可能也有一些可以来回。对这一个学校做这些的事务的时候，还可以做一些哪一些来协助学生，或者是来协助学校做对让学生更多的自主的一个言论的自由，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出版的一个自由等等啊，似乎可以有一些的作为。不晓得这两个几个司处署有没有要补充说明的？好，来。组长，各位委员好。那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这资料可能大概有点点些微的误解，因为他这个部分好像写的头是学生会啦，所以我们那时候可能第一点就会觉得说可能主政是在青年署这里。那当然刚才也很赞同委员所提示的，就是有关于整个学校的校园民主人权部分，我想这次我们主政单位也是一直要持续来进行。那因为我们这有提供一些书面资料，是我们就业务单位来提供现况的一些说明啦，就是说因为如果是针对社团的这一部分，其实每个学校大概都有定一个社团的管理的办法规则，那这个当然主要可能是针对一些经费啊，或安全性合法性的一些初步的一些对学生的一些些微的规范，这个我们当然也是尊重学校的立场。不过部里的立场就像如同我刚才提出两次的学权报告，我们都希望说能够针对那个学权报告未来的发展方向去把它持续的去做一些进行。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如同青年署刚才这个下面有写的，就是说我想不管是学生会或是学生社团等等有关学生的活动的话，我们持续也会跟青年署一起来努力把这个部分再做一些突破。以上说明。好，谢谢慧卿哦。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这一个好？第一个、第二个，我想我们就啊，这还要请国教署对于高中职的学生会的这一部分呢，也再帮忙看检视一下，好不好？那么青年署的也待会也会后也在，这个虽然现在已经写，是不是再检视一下，看有没有什么修正？第三个部分呢、啊，是不是我们在这段这请学务特教师跟我们青年署以及高教技职啊，再去对于整个一个。协助学来怎么样的一个研议的一个做法比较具体一点呢、啊？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的回应，好不好？回后再处理这一个，因为刚才其实已经说明了，可能不是只有单独学生会而已了，是整个学校学生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活动当中哦。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这一个再拜托各的一个这个、几个司处署来帮忙一下。好，来下一个。第三案是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9月7号所办理的 Let's Talk， 讨论议题是特殊境遇青少年需要怎么样的陪伴。那
一共有四项的主要意见。那第一项是相关政策资源整合传递，那第二项是寻找替代家庭的陪伴，那第三项是多元管道师资培育，那第四项是去除社会对于特殊境遇青少年的标签，并提供相关协助。那会后部分呢，就是针对就是青年的意见呢，我们有新增的，就是第一项新增学务特教师，第一项也新增的卫福部，然后第三项新增的国教署。那至于就是因为新增的部分的话，那所以学务特教师的部分，我们还没有函送机关来进行回应。那以上简单说明。好，谢谢。来，地方顺便自我介绍一下，是您的，谢谢您帮我们办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这场次啊。大家好，我是韩定芳，那我是行政院青年咨询委员这样子。那很抱歉一开始的时候我迟到了，因为但是我先跟承办单位说，因为我前面有一个会议，所以我会晚一点点到这样子。那很谢谢大家这么辛苦的坐在这边。那我们是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我们一直以来服务的对象呢都是包含就学的青少年，还有高官怀安置机构的青少年。那在这十多年来我们有看到一些问题，所以在这次的论坛我们就是以这个为主题这样子。那我们剧团除了用戏剧陪伴青少年之外呢，其实我们也针对了就是表演艺术的人才做了很多的培力，就是包含说我们会青少年进来之后，我们会给大家上很多表演艺术课程，不管是幕前幕后啊、剧场的技术等等的。最终呢，我们会有一个目标是要来做售票的公演，让青少年在这个里面学习一技之长之外，他可以把剧场当成是他的就业的其中一个管道，因为售票演出就会有收益，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就是青少年的这样他的所付出的那个所有的不管是劳力啊，还是说他在学习到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刚刚我看到劳动部有一个说，就是协助青少年培养就业技能，然后针对在校青年推动产学相关的训练。那其实我们这个没有只针对在学校的青年，我们就是包含就是我们现在也会跟那个机构开说明会，就是说你的小孩子如果对这个事情有兴趣也可以来。那我们今年十二月有做了一个售票的公演，叫爱情拳击包，里面就是有我们长期在培力的就是青年的艺文种子，也有就是高关怀特殊军的青少年，所以也很邀请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做的这件事情。 OK， 好，那在这个论坛里面呢，其实我们这个论坛当初在办的时候，里面组成人员还蛮特别的，就真的他是特殊境遇青少年的身份来参加。那他有提到一个蛮大的问题，可能比较没有出现在里面，他说他以前就是有面对到那种比较就是冷漠的社工，可能就是每天就是比较是照着一个很职业的，就是很怎么讲，就是他应该做这件事，他就问他说啊，你爸妈会不会打你啊？然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缺不缺钱啊？这样子。那他们在被那个询问的当下，其实那个心情是蛮受伤的，就觉得说好像就是我出身比较不好，所以你每次来问我，都好像是你是一个负责来就是施舍我的人。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就是被乞讨，感觉是自己是来乞讨的这个感觉。所以其实我这边也会想要询问卫福部，就是针对比如说这样子的社工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个因应的方案可以去比较去让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那他那个时候那个同学他是跟我说，他也有去县政府的社会处有反映过了，可是被回复说啊没有办法啊，就政工所问题啊，我们只能发公文啊什么的。那就我有那个社工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在考公职的社工啊，他如果没有犯下太多重大的严重的缺失的话，他其实是也不会被惩处的。可是他可能在本身他态度就有问题，他可能就觉得说啊，我只是就是来赚钱的什么的。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去面临，就是当就是可能他是在第一线服务的社工，他的就是态度已经是不太 OK， 或者甚至有点偏差，造成就是我们的个案有更强大的创口，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来因应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自己也想要问的事情是，当我们一直在谈说我们把就是小孩子在原生家庭得不到足够的支持，那我们就让他进到不管是中介教育或者是安置机构之余，那我们有没有针对我们的原生家庭做一些辅导，让他是可以有办法承接住可能我的小孩他结案之后他可以继续再回来我们的家庭一起生活，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辅导的措施跟方案。这样以上是我比较想要知道的问题，谢谢大家。好，谢谢。有没有卫福部或者是好来请我们请那个会议。我是那个宋子雪科长。
哎，对，我们会议是社家属，等一下会补充。好，我是钟贵思。好，那个主席以及韩委员，各位亲子委员，大家午安。好，那针对刚刚那个韩委员关注的哦，就是有关特殊境遇青少年这部分，可能在实务上面碰到的一些可能社工员在辅导的时候的一些问题哦。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其实本部平时就是在积极的推展一些多元志愿的一些服务，譬如说像青年志工啊、高龄志工、企业志工等等。那在推动这个青年志工服务，或是说我们一般的志工训练方面，哈，我会请我们的社公司，因为这主要是在社公司，刚好今天没有特别针对这个议题，请他们来哦。那我会特别回去转达我们的司长，会特别请他们加强在各个领域的社工的教育训练，好，不管是在服务的专业上面，或是态度上面，关心各方面都要加强，好，那这样子才能够鼓励青年能够参与这样的志愿服务，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刚刚讲到一些原生家庭，譬如说也是今天针对特殊境遇这一块哈，有特别新增卫福部的部分。那长期来就是韩委员跟黄委员都有长期在关心这个特殊境遇的少年，所以在相关政策资源整合传递这部分，特殊境遇家庭主要是在社家属。那我请我们的会议专员来补充一下，谢谢。好，谢谢。主席、委员、各位与会的大家好。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其实它是有一个法规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法规其实是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条例，然后它针对这个法，其实它有明定，就是有七类的对象，它是符合这样特殊境遇的一个资格。然后就是社会局处会针对这样的一个家庭给予一些就是家庭扶助，包含一些紧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贴、教育补助等等的一些就是经济的扶助。所以如果是要就是这里就是内政部有提到说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的主管机关为卫福部，那就是因为这个法的关系。但是我刚刚听到其实就是韩委员这边比较关心的那个特殊境遇的青少年，好像跟我们这个法的定义又有点不太，就是不是很完全就是相同这样子。然后刚刚委员有提醒我们说，其实有些孩子他可能被安置到机构了，那其实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其实家里还是需要一些就是协助，一些功能的提升，才有办法让他返家。那我们现在其实在就是儿权公约里面也有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应该尽量减少一些替代性照顾，就是尽量不要让儿少就是安置到机构。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社家属有在做一些怎么减少儿少安置机构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发展一些就是替代性的照顾资源，或者是强化一些可以提升家庭功能的一些服务方案。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目前都还在持续讨论跟规划研商当中。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还有没有？好，来，请。谢谢主席。好，这边是内政部朱正惠发言。就是有关于这个场次的第一点意见的部分呢，就是有关于跨部会成立单一窗口中介平台这一块。那因为这一场次内政部并没有参与实际的讨论，那我们就相关的书面资料来检视，就是其实这个议题就是刚刚委员有讲到，就是针对就是家庭支持系统不健全，或者是政府定义下的高风险家庭特殊境遇青少年，如何来进行他的个案剖析，或者是整合资源的运用，让他可以在进入社会时可以减少他偏差犯罪等行为的产生。那其实这个场次卫福部、教育部跟司法院等机关都有参与讨论。那鉴于这个特殊境遇家庭辅助，刚刚卫福部有讲过主管机关是他们，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也了解其实卫福部他有儿少高风险家庭关怀辅导处遇服务方案或者是实施计划等在进行。那另外呢，就是有关于这个教育的部分，其实主的机关也是在教育部这边，所以我们这边是有在建议，就是如果未来有需要成立一个跨部会单一窗口的中介平台是不是建议由卫福部或者是教育部来主政。那另外呢，有关于这个第一个意见的第二点有关于使用民间力量的部分鉴于就是传达个案所需的讯息部分，那里长他是主要是受到这个
乡镇市区长的指挥监督。那中央部会呢，如果有业务需要村里长的协助呢，他应该要是他的业务性质由主管机关透过地方政府的业务对话窗口来进行跨部会的协调。像教育部或卫福部，他如果有相关需求，或者是地方有需求的话，可以由他所属的教育局、社会局等等来向乡镇区公所的里长来传递相关的协调办理。以上。好，谢谢。来地方。我说明一下，就是会有这个第一点，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在我们在讨论说，其实他单一的个案有时候身上可能会有两三个社工，一个可能是就是负责补助他的社工，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他在做一些可能持续追踪的社工，有的是后追的社工，那社工又会因为可能就是离职了又换一个后追的社工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事情是一个跟个案身上，他有好多个社工，然后每个社工问不同的问题。那如果他遇到我前述的，就是那个态度比较不 OK 的社工的话，其实他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得到问题的解决，就是他一直被反拿，就是到处都有人问他不同的问题，然后也没有办法帮他解决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在讨论说，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才会讨论到说，还说是可以整合一个平台，就是说他这个。这个个案他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可能就是由统一有一位去知道他全盘的状况之后，就可以对他做比较适合的辅导。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这样子的讨论。那再来第二个的话，我们其实当天讨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政府有的资源没有办法好好的宣传或是宣达到大家的身上，例如说像可能1957的专线啊等等，大家不太清楚，所以那时候才会讨论说，是不是也可以使用民间的力量一起来参与，并不是说好像要归咎说是哪一个部会的责任，或者是哪一个单位的责任。那个时候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想说也跟各位说明一下，是有这样的实务上的问题。谢谢。好，谢谢。好，来这个慧卿。主席、各位委员呢，是对刚才内政部跟卫福部都有提到的，就是第一项整合跨部会成立单一窗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之前是有拟具一些文字，可是好像没有放上来。那我在这里还是跟委员们报告一下哈，就是说为了加强补强政府相关的服务跟资源的提供体系，其实行政院已经有在推动强化社会安全网的计划。那透过这个安全网的计划，确实是可以强化来辨识各类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之生活或家庭的风险，并透过中央与地方不同层级的垂直平行的整合机制，建立完善的服务网络、服务的体系。那所以有关于这个特殊境遇青少年的陪伴，我们是建议说，可由各地方普设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普及性的社区服务或及时的家庭协助。另外，个案如果是在学的学生，学校也是可以视为学生的需求来提供辅导或协助个案的连结社会福利资源。所以本部是建议说，是由卫福部纳入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给予协助。那因为刚才讲的这行政院推的这个社会安全网的计划，其实是由卫福部主政来做，那当然相关部会都有参与。那以上简要报告，谢谢。好，谢谢。这样好不好？因为这个议题啊，因为刚好卫福部他回应的也没有在书面资料了所以回去以后麻烦再把它补充进来。但是刚才地方委员他们很关心，就是说方案都有，实施的方式计划都有，可是没有办法去落实到最基层的宣导也好，或者是这一个他的一个实际的实务上运作上面的一个协助了。所以这一个再拜托你们。在回应的时候要针对这个来回应，倒是现在线上有一个，有拜托，好像现在不是我们今天好像社工司的那个没有来哈，他现在是线上有一个一直换社工，怎样去素质怎样保持，这一个议题啊，也麻烦您也一并的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地方也说了，这个社工真的是。有的可能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的这一个态度也好，专业智能也好，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好，也一并的把这个议题来回应，好不好？好，谢谢。地方可以吗？好，我们到时候再一并的再来看看啊。第二个跟第三个部分呐、啊，是不是尤其第三个那个第二个那个寻找陪伴的家庭这一个部分。还有没有哪个单位要补充的，或者地方有没有要补充？没有。
好，那就第二个，就请大家看看那个卫福部这边有没有还要需要补充的，再麻烦，如果会后有再补充的，再麻烦来。好，第三个，多元的师资培育，啊，多元的管道的师资培育，这里头是不是这一个我们师医师，或者是我们师医师今天是哪一位来？秀珠，主席还有各位亲子委员大家好，大家在关注特殊境遇的孩子他的一些相关学习权益的部分，那当然针对师资的培训部分，那当然因为师资是特别针对职前师培的部分，我想特别跟所有的亲子委员特别说明的部分，我们在定的教师的专业素养的部分，那个有关学生学生的特质跟他的需求部分，他的辨识是职前师培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素养的训练。那另外还有就是正向的学习环境跟辅导，这个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所以他的生涯辅导、生命教育的部分，还有就是有关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职涯的一些训练的部分，这个在职前的师培我们都会把它纳入。那当然后续就是说这些老师们有机会如果真是进到学校的场域，我们当然其实我们对这些老师的辅导跟协助还有他的师培的部分我们是持续不间断，除了国教署这边特别针对在职老师他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训练跟研习以外，我们特别针对这些老师们他重点需要培育的部分能力部分，我们有开设相关的学分班，那包括是第二专长的学分班还有增能的学分班，这个部分是非常有系统的去培训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特别编辑了相关的专书部分，也就是相关的教材教法，因为很多的老师们其实在职场里边他虽然原来的所学其实有这样的专业能力，但是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教怎么样去辅导，这个也是在职老师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也特别在去年也有启动相关的专书的编辑计划，所以相关的辅导还有就是生命教育的部分还有生涯辅导的部分，这个都是专书编辑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在明年109年3月会编辑完成。那另外还有就是出任老师的部分，我们还有一些的陪伴，所以出任老师我们其实所有的出任老师在进入那个县市的一些学校甄选进去之后，他都必须要参加相关的出任老师的辅导跟实务的演练的一些练习，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从职前到在职的这些老师其实我们希望也陪伴他们，因为专业的成长不是一蹴可及，我们希望其实在实际进入职场他需要开始实兵的演练，我们希望其实有一些的经验他需要逐步累积，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是包括是那个资深的老师的陪伴，因为出任老师他可能在原来的专业能力看起来纸笔可能都没问题，但是教学的经验需要陪伴，所以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资深老师会去陪伴他们，所以有3年的一个计划。好，所以这个部分也特别跟各位说明，那我们未来其实还是会持续来进行，那包括这些陪伴老师资深老师的专业成长部分都是现在目前我们在职场里边相关老师专业成长发展的部分也是很重要的设计一环。好，以上做说明，谢谢。好，谢谢秀珠哈，来地方，请教一下你这个提这个的一个背景是什么？管这个第三点的这个，因为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讨论说，其实老师是第一线可以接触到小孩子的，是的最重要的人嘛，所以就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让老师可以直接去发现说，其实小朋友的状况，然后他可以直接去做。就是做反应啊，我们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比较快速的方式，这样。所以这看起来可能就是可能有三个，就我个人的过去从事这个学府工作的时候，有可能有三个，可能我们老师要去了解的了。第一个就是特殊境遇学生的特质跟成因背景，好，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老师们如果有这些的如何来辅导陪伴，第三个如何去把资源连结导入。让他能够有得到更好的照顾，是不是这？大概要老师们要这些，是不是？还有没有？差不多了。差不多，对对对，谢谢。所以，这秀珠或者是我们国教署，因为我知道这里可能在职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是跟我们的刚才齐生所说的特殊生
是很相近的，如何去让老师了解特殊生？特殊生有十几项啊，十三项啊。对，那这样子的话，让老师要去了解特殊生的特质，才能够把它找出来去做鉴定，才能够去做辅导啊。地方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参与者，他是有讲说，其实对他来说，老师反而是比较快有发现到他的状况的人。对，然后他说，就是可能社工对他来说，可能还是没有很常见面啊，或是很过一段时间才会见面，所以老师是第一线，就是可以去，比如说告诉他有哪些资源可以去争取啊，或是老师有第一线发现他，然后陪伴他的人这样子。好，就是我就是如同我刚才所说的这三项嘛，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并不是可能不完全，因为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职前也好，在职也好，大概对于我们整个一个大概的这个是进修制度或者是老师培育的制度是这样子，可是实务上面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刚才我所说的如何去强化老师对于这个特殊经营学生的了解、认识、发掘，然后如何去做。如何有这个陪伴辅导的一些的基本的技巧，然后如何去知道资源在哪里？政府事实上这个有很多的资源，但是可以如何去把它连接起来，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部分要让老师知道，要透过什么方式来完成，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一个部分好不好？那个让国教署哈、哦、在会后再去做这一些的回应好不好？因为我现在因为或者你现在要做回应也可以。好，带回去哈，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再麻烦你把刚刚我所，因为地方委员刚才所提到，我听来起来是应该是这样子的，老师的进修才是的，否则这样答了一大堆，好像跟我们的问题好像比较有一点点隔离距离了哈。好，这个地方就是让国教署在回会后，对于刚刚我所提到这些的，再来进一步的来补充。来第四项，这个。去除社会对于精英少年的标签跟提相关协助地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没有。好，来这里其他部会或者是学特师或者是我们国教署有没有要补充的？好，如果暂时没有的话，如果有回去再修正的或要补充的，再麻烦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来，下面一个。第四案是找自己生涯探索团队在9月8号所办理 Let's Talk 讨论议题是108课纲实施后普通科高中生生涯探索新挑战。那一共有三项的主要意见，第一项是让师资适应新课纲，第二项是培养自主选择及学习能力，第三项是打破刻板印象思维。那里面其中就是高老师表示这个部分应该108课纲是属于国教署的权责，所以就是先把高老师的分案机关把它删除。好，谢谢。来，我们的青年们不知道有没有意见，可能今天没有在这连的承办的这一个办理的这个没有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线上有没有。好，来请。各位长官、各位来宾好，我是署青资杨云珍。那这一场的 Let's Talk 我有参与。那刚刚那个找自己生涯探索团队的那个负责人有询问，就是关于高中职教育阶段资源挹注的第二点，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推动公民公立高级中等学校办理学习区完全面试入学经费辅助要点，是否已经开始实施？谢谢。好，来国教署有没有什么要回应？好，谢谢。主席及各位委员好，我不好意思，现在这边说个抱歉，因为今天的承办刚好临时挂病号啊，我在台北，我就赶来开会这样，所以可能会有相关的问题。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是高中职组的，那因为高中职里面还是有分蛮多不同的科室，所以如果问到刚好我不会，就让我带回去研一，再跟大家就是。见谅一下。然后像您刚提到的那个完全免试，这个我知道的是它已经有在启动了，所以如果详细的细节可能我再回去跟承办人请教一下，然后再多做补充上去，谢谢。好，再会后再补充上去。好，好，对了，如果刚才如果有网址，有这样就不必写贴了一大堆，如果哪一个在这个重要的
在 网页是在哪里，就麻烦把一并的再补充上来。好，这里啊，来那个乙楼。各位前辈好，我是蜀青之乙柔。那我想针对第三点，就是打破刻板印象思维，这个再做一下补充。就是第一点，建议学校办理座谈会，或是家长及学生可以参加一些相关活动。那我看到就是回复的话，有在请就是国教署这边在做相关的议题跟座谈会。那其实我这边有几个相关的建议，就是青年署这边其实在生涯组这边都有在做一些更新，譬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项目的业务是做一些 VR， 然后再报道一些电竞产业啊，或者是传产业，就是比较新的东西。如果没有办法办大部分相关的活动，这么大局部的做这样子的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相关议题的讨论，那或者是可以直接参考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因为我们是用拍影片的方式，可以直接传送给家长，或者是传送给各位学生，这是一个方式。那或者是在劳动部也可以帮助，就是推行。因为劳动部可能可以是跟家长比较第一线接触，因为是学生会去参考教育部或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那劳动部的话比较偏家长面，就是可以做一个双方的讨论，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记录或者甚至是相关的活动都可以张贴，让更多的家长跟学生做相关的讨论。谢谢。好，谢谢。来，是我们主席、各位长官，各位青咨委员，大家好，我是蜀青咨许匡义，第一次报告。因为这一场活动我也有参加，然后我有听了一些现场老师的反应，其中有一位高中的老师就反映说，因为108课纲之后有所谓的学习历程档案，然后他在教学现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他的班上的所有的，就是大部分学生其实是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发展，也不知道要选什么样的科系，所以他们在上传学习历程档案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不知道上传什么。那我想问一下，关于国教署这个部分的话，目前是否有一些什么样的培训或研习是可以帮助现在的教育现场的老师可以引导学生知道他适合自己的方向？以上的问题，谢谢。好，谢谢。还有没有我们青年伙伴啊？来，曾伟。我觉得就延续从那个特殊境遇青少年到就是这个主题，我觉得有一个概念是，就是我们好像在强调是家长他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才可以影响下一代，他可以做出一些选择。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家长这个改变真的很重要。但我想问一下，就教育部应该会有一个什么家庭教育中心，还是类似的一个机关？那请问就是在这个家庭教育中心里面，他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能不能够多涵盖？假如说让这些家长能够更了解现在108课纲的趋势，或者是假如说他可以让这些小孩知道怎么样去，因为就我所知，现在我们大家所听到的家庭教育好像都是针对假如说0到6岁的这些婴幼儿，或者是假如说未婚怀孕之类，就类似这些我看到的比较多。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部分，是不是现在有在做什么事了吗？还是有什么资源是可以让这些家长可以更容易的进用现在教育政策的改革这样子？好，谢谢。今天中山教育师有没有？来，市长。好，教育中那个终身教育师是为市长的发言哈，就是家庭教育中心目前每个县市都有。那家庭教育法在今年5月8号。修正通过，那确实赋予了家庭教育中心一些责任跟任务啦。那譬如说在做家庭教育的宣导，然后我们也有相关的网站，譬如说有一个委托师大办理的一个和乐共亲子的网站，里面就教导譬如说家事的分摊啊，然后怎么样抚养小孩等等的。那您刚刚提到的那个课程啊，其实在宣导的课程里面应该也是有涵盖啊。以上报告。好，谢谢。来，国教署有没有要回应？其实这一题，委员好了。其实这一题呢，我周六去宜兰参加那个12年课纲的宣讲团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家长都会很关心，说：“哎，那到底现在教育部多了这个学生历程档案，我的小朋友要怎么去准备？”其实就我而言啦，我之前高中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什么生涯档案，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只是有点像生涯档案的进阶版，我们只是提供了
给学生更多的选择，说，哎，你平时做志工啊，其实这个都可以放进去，或者是说学校有办理什么样的活动，又或者是其实部里面或署里面常常会有很多计划在推动的时候，只要小朋友参与，孩子有参与，其实这个都可以当做是一份。像证书之类的，所以其实不用特别说，哎，那现在部里面推这个，我的档案到底要放一些什么，所以很恐慌。其实不用，就平常学生他其实就会有一些本来就应该会参与的活动，或者是说老师这边一定也会做相关的课程规划，那这个都可以放进来。所以我们在协助偏乡里面，我们每一间学校我们都补助50万，可以让偏乡的学校去完成这个，也不算任务，就是帮助小朋友去建制这个学生历程档案。那详细的话，其实可能有它有相关的要点，所以可以上网查一下那个要点，它里面会写得更详细。那我以上说明，谢谢。好，来光义，我知道你。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一直还蛮关心的问题。那据我的了解，就是他的课程学习成果每一年只能上传6件，还有多元学习表现每一年只能上传10件。那以及我听了大概3-4场大学团的一些讲座之类的，那蛮多的科系其实他们很在意的是说，这个学生上传的档案到底是不是符合我这个科系所要找的学生的对象。比方说我是。那个社工系好了，结果你上传的东西都是电机系的，那可能我在采取的时候就不会给你很高的分数。所以，高中端现在很老师遇到的困难是，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适合社工系还是适合电机系。就是我想多了解这部分，国教署在这一块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研习是可以帮助现场端的老师可以更能引导孩子找到他适合自己的方向这一块。谢谢。好。其实这问题我自己之前也有遇过，因为在还没有踏入社会，或者是说当我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很茫然，因为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在学校端，我们可能会规划相关的生涯探索，让学生更知道他的方向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其实新课纲它更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有很多是跨校选修或跨科，所以当例如说我选择 A 科系的时候，可能原先我走的路可能就是 A 科系这样，但是因为新课纲的推动之后，其实学生他可以在例如说我是跨群科的，我除了学习到 A 科以外，我还可以跨到别的科系，那可能从中去试探说，哎，到底我喜欢这个科吗？我未来是不是会走这个？所以当然学校端我们会请老师多多辅导啦，对对对，谢谢。好，谢谢。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在这一个议题当中，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答了，有可以有一些补充的。刚才国教署有一些补充的，有家庭教育中心也可以借用这一个的部分。刚才中委那也是似乎也可以把它放入到未来的工。这个回应的当中，是不是这一个部分呢、啊？再请这个相关的司署啊，再来一并的再补充进去，好不好？好，谢谢。来第五个，第五案是教而不善团队9月22号办理的 Let's Talk， 那讨论议题一样是108课新课纲的浪潮之下，学生们该如何因应？那一共主要有4项的意见。那第一到第三项有修正。第一项是师资问题及生涯辅导的问题。第二项是培养自主选择及学习能力。第三项是多元学习的问题。然后第四项是建立平台供学生们了解。好，谢谢。这四个组，那其中第一项的部分，青年署的部分的话，是因为它里面最主要第一项的意见主旨，最主要是跟国民教育有关，那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删除青年署为分案机关。那另外高老师表示，就是这个部分是属于国民教育的阶段的，所以由国教署主政，那所以我们也删除高教师。好，谢谢。这四项当中，我们青年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有没有？大家好，谢谢天浩。我是 LIS 的天浩。然后，
我自己看完这一份之后，我自己大概针对就是第一项就是有关于比较偏向这一块的议题，我想提出一些我的这样的想法。我有看到在就是国教署这边的第八点有提到一些要补助偏乡的国中这个25万啦，或者额外获得10万这些教师共备或者是社群培力等等的，或者甚至到第二小点有可以合聘教师，然后我不太知道目前这一个就是25万目前申请的比例或者使用状况怎么样。我想分享的是这样，就是 LS 从大概2-3年前开始参加很多的教学社群，像是孟恩或像什么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活动。然后其实在过程中你可以看到老师之间彼此互相的讨论，然后彼此互相的学习，然后他们之间彼此获得了成长。但是我们去年大概跑了全台湾一半县市的孟恩，就是我们是讲师去分享，然后开始慢慢的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哎 ，hello， 你又来了，哎，嗨，你也在这。就是台湾的孟恩跑一跑之后，就这些研习会发现，差不多同温层就出来，就是都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群教师。那这也就是让我们开始去思考到，哎，怎么都是这一群老师？那其他老师在哪边？所以我们开始今年我们主动我们去跟企业募款，我们主动到也没有到偏向，我们就到教育优先区的学校去做共备。那所学校只有5个老师，我们开始共备的时候，我们就跟老师分享，哎，老师有没有去过孟恩啊，或者学思达这些活动，老师没有听过。然后我们在跟老师讨论过程当中，我们就在思考，哎，他是不是其实没有想要改变？没有，他们其实很愿意，就是想要听我们怎么样去用新的方法去带科学的教学。那这件事情让我开始去思考到一件事情，有一群老师其实是他们完全没有参与过这些活动，没有听过，但他们也不是不愿意改变，他们其实也觉得他们教学需要改变，但他们不会出来。他们不会出来。那所以我刚刚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开始在思考一件事情，是我们一直去鼓励一件事情，我们去给偏乡，我们给这些学校非常大量补助，希望他们可以邀请老师过去，然后或者是我们办了很多活动，希望老师出来。可是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在看这些老师，就很像我们在看学生一样，就是班上总会有一些学生，有一些学生很想要主动学习，所以他们会主动去争取资源，会去写计划，然后带到他们学校里。可有一群学生是他们可能在班上，然后我也不是不想学，但老师给我机会我就愿意去动。可是我们一直提供这样的一个补助计划的时候，只要没有人想要申请这个计划，这些老师就不会受到刺激，不会受到刺激，也就代表不可能有改变在这边发生。就像我们常常会在讲偏向确实是刺激，但是刺激往往是外界过来进来给他刺激，很少是我自己会觉得哦，我需要刺激，所以我找很多人来给我刺激，很少会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脑袋中在思考是，我不知道教育部有没有或国教什么做过类似的做法，是我们反过来去补助所谓现在这些无论是在孟恩的老师啊，或这些很厉害的教师社群也好，补助他们主动进到偏乡去带这些老师去做共备呀或讨论也好，因为往往这些刺激是必须要被给予的，然后我才有可能看到我的教学哪边需要成长，哪边需要改进。所以我只是好奇有没有这样的做法。然后在另外一块就是关于终点费的部分，就是其实像我常会去邀请去一些偏乡去研习，但是其实我们去偏乡跟去都市学校终点费是一样的，就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上次去一个屏东的学校，早上7点多我就搭上高铁去，然后到下午去那边研习，研习完之后回到台北是6点。然后可是对很多的尤其是很厉害的老师而言，这个距离跟这个终点费跟这个交通的成本太高了，高到可能不是我不愿意邀请，而是老师根本不愿意过去，因为真的太远了。然后所以我只是好奇一件事情，他有没有可能在针对愿意去偏乡的，不只是在这些服务的老师，而是针对愿意去这边研习或者去演讲的这些老师，能够给予无论是终点费或什么额外的补助，能够让他们愿意到这个地方。因为很多时候那所学校可能只有1个或5个老师，其实演讲的效果如果以扩散性来讲也很差，但他们需要。但我们有没有可能给予这些愿意去的老师或者是社群有办法给予一些额外的资源？谢谢。好，谢谢天浩。来，国教署有点长。是，我本身是
代表高中职。那我刚刚在翻，其实我也是来的路上第一次看到这一份，其实我也蛮害怕，突然有一种学生很临时要被抽考的那种感觉。那我刚好看了这份资料，关于刚委员有提到的，就是偏远地区这一块，我刚好看到第十六页。第十六页那边的话，因为国民教育阶段就是国中小那边，他们有订一个志愿服务偏远地区的特别奖励办法。那这一部分我刚看了，如果是也有点像说我们给老师们一个小小的奖励，应该也不是算奖励，就是给他们一个交通费上面的津贴。那因为很多国中小其实都是他们的所辖机关都是县市政府，所以我们这个补助的话还会按照政府机次来订。那这边我再带回去给国中小的承办人，就是关于这个特别奖励办法，看有没有办法再写个更延伸多一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办法，法界位阶比较高，应该有更多的说明，所以我这边再提供给田浩委员这样子。谢谢，谢谢。好，还有没有？好，因为我想这些、都是很实务的上面的一个问题了，我想这里头如果有补充的，再麻烦一下补充一下，好不好？让整个一个回应的问题更完整一些。好，来下一个。第五案是。第六案。第六案是为教育创新在9月22号所办理的 Let's Talk， 讨论议题是性平教育落实于生活中的困境与解方。那一共有五项意见主旨，第一项是性平心理諮商机制的完善，那第二项是解决性平教育偏食问题，第三项是落实性平成人教育，第四项是改善性别意识不足问题，第五项是性侵害及性骚扰防治。那里面第三案的部分，这个部分是终身教育师是新增的分办单位。那终身教育师他已经在会议之前今天提供了就是他们的回复资料。那另外一个是第四案的部分，是国教署，这个是新增，也是新增的那个回应。好，谢谢。来，各位委员。青年伙伴们，或者是在线上的伙伴们，有没有对于这一个议题有补充说明，或者是其他意见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学务特教师来，慧卿。关于刚才提到第三项落实性平的成人教育，这里学特师先补充说明哈，因为我们的立场是有考虑到第一个社区发展学会或非营利组织其实并非本市的业务了哈，那其中也有提到那个社区大学啊、成人教育还有高龄者可能就是乐龄学习这一块，那本市是有考虑到说这些重点应该都是属于终身师的业务，所以我们才会建议说是不是由终身师来主政。嘿，以上说明。好，谢谢。来，终身师。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就是这个议题，我们跟终身师跟学务师有共识，我们就是一起列主政单位啦。那是终身师的部分大概简要说明大概我们。就请看我们的二三四的部分哈。第二点的部分是我们部里终身师有三个补助要点哈，补助乐龄学习活动、补助终身学习活动，还有补助家庭教育活动。那这三个补助要点都有把性平相关议题纳入这个计划的项目之中。那另外终身学习的管道有三个，一个是乐龄学各县市的乐龄学习中心，一个是乐龄大学，还有社区大学。那在乐龄学习中心的计划里面，也将性别平等的议题纳入乐龄的核心课程。那另外本部也鼓励乐龄大学开设性平相关的课程。那至于在社区大学的部分，也是将性平这个项目纳入年度本部审查地方政府办理社区大学业务的审查指标，还有全国社区大学申请本部奖励经费的计划审查的项目内来做适度的引导。以上报告。好，谢谢，是有做了，而且很认真的在做，在各个大学的补助里头都要把这一个性平的课程当成重点了。好，有没有其他的议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
好，来来，地方。不好意思，那个不专业发言，就是刚刚有看到，我自己有问题想问啦，就是，因为其实心理諮商的费用真的是蛮高的。那我目前知道，我之前很久以前有查过，好像政府有针对比较就是没有办法负担的对象，可以好像有一些减免方案还是什么的，我有点不确定，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有这样东西。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看下来，我觉得好像那个大家不太敢去諮商，一个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走进去那个諮商空间，就表示自己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也不敢。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其实心理諮商的费用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就是应该说如果他经济条件不够的话，他好像很难长期的进去諮商这样子。然后再来，我自己也有想要问的事情是，他如果已经在学校就是遭受到性骚扰，那后续是不是会有人给予相关的辅导，或者除了成立性平委员会之外，怎么样去透过一些机制，然后去辅导他走出他这些伤痛这样子？这是我自己刚刚看下来比较想要延伸的问题。谢谢。我想，地方，你的諮商是在学校系统内、教育系统内的，还是非教育系统内的？是设在社会？因为教育系统内，我知道我自己在训委会的时候，事实上每个县市都有些辅諮中心，那辅諮中心都有配置这一个諮商师，所以这里头大概还或者是那一个特教里头，特教都有配置相关的专业团队，这钱大概都是政府会去付哦，所以应该是不用。但如果是学生的话，大概如果是在这些的不用，如果是到医院或是到哪里，这就可能要卫福部这边有没有对于这些有稍微有补助，或者是地方是哪裡，就是说他可能是在就是学校受好创伤，但他毕业之后才发现哦，那就在走去已经离开学校了。好，来这个卫福部这边补充哈，如果说像是一般民众他们有心理諮商需求的话，其实可以透过县市政府的一些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目前就已经既有这些提供服务了。如果是在校外的话，补充。好，心理卫生中心哈，啊，是不是把这一个字那个地方这一天？是把它比较完整一点的，因为这是让所有人都知道。好，谢谢。地方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忘记了。就是他如果本身在学校已经受到就是性别的那个伤害的话，那个如果有性受到一个性骚扰或者性侵害的一些辅导的机制是怎么样？有，因为其实我遇到那个学生辅导法本身，我们就有三级辅导的机制在学校里头进行。那当然，如果个案的话，我们针对个案一定会立案来个案的辅导，这都会进行的。以上说明。好，啊，来一楼。我想针对教育部学生事务特殊教育司给予意见，在第二点的部分，关于新媒体或网红，其实可以直接结合行政院内政部的一个妇权基金会，或是在地的妇女组织的基金会，或是性平基金会等，他们现在也都是大力的需要推广青年这部分，因为基金化有老化的现象，所以说现在他们也很努力的在推行关于青年可以更了解性平这方面。所以如果说要只主动开办一个新媒体，不如可以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跟这些单位做相关的合作，会比较直接。好，谢谢，谢谢以柔的提供的意见。好，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刚刚那些再补充进去，好不好？让这个整个资料更完整，让青年或者是让社会大众更了解这个我们所做的，或者是未来要强化的。好，来，好，下一个。好，第七案是 Skillful You 用技能与社会对话，在9月9号所办理的 Let's Talk， 那讨论议题为台湾技职奥运世界第四，然后呢，那主要有三项的意见主旨，那第一项是提供技职选手更多资源，第二项是资讯整合及研究分析，第三项是加强对于技职国手的行销。那因为这一个案子是在最后9月29号才办，所以我们还没有函送给相关机关来进行回应。好，有没有青年们需要补充，或者是可以再补充的？好，这一个的话，劳动部有没有可以，或者是我们技职师有没有什么可以来，就先做简单的回应？那详细的，那我想我们还是请
相关的组织部会在或者是署在在回应了、啊，有没有？来，这个技师师哈，技师师徐正邦代表回，就是说，有关这个部分，其实因为国手他的遴选哈，他成分很。就是来源非常的多哈，那有包含学生是大多数，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在职的人士。那要因为我们这边看这个前面的这三个的诉求的部分，一个是对于技职选手更多资源部分，这个部分感觉上第一个议题好像是在他做那个初赛准备或是出国比赛的那个部分哈，这个就比较涉及是劳动部的组织哈，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劳动部这边怎么回应。但是在我们部里面的话，今年是四月有针对那个国手哈，就是有来就读我们技专校院哈，或是一般大学，现在我们也开放到一般，只要是有国手来就读我们技专校院或一般大学的部分，有一个那个。就学就业精进计划，好，这个部分，那我们已经目前请学校提计划，我们也做一个积极的协助，包括三个面向，第一个是学业上的哈，那第二个是那个就专业精进上的，因为其实很多国手他因为这个比赛的关系进到了大学校院，可是他可能他的部分。因为已经跟一般同学不太一样哈，那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有特别安排，他有可以学校可以透过这个计划的补助，找一对一的外面的业师来把这个部分再持续加强。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个部分，他以后可能这方面专业更精进，好之后呢，还可以回馈到学校当讲师啊，或者等等未来的生涯的部分哈。那再过来还有一个是语言方面的，如果他要国际接轨的部分，我们这方面这个计划也是可以允许。做协助的，那这个部分大概是部里面针对已经有就是后面有继续在升学，因为他这个 全国际竞赛部分选拔国手两年一次嘛，然后最后他真的在期间又来继续升学的部分，部里有给这个方面的一个协助。 那至于行销部分，其实我们一直就是把它列在我们技职教育宣导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素材啦，因为这个部分大部分都是透过我们全国技竞赛选拔出来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 来办理。以上做这个回应。好，谢谢。不过在这里头啊，因为我知道最近这我们苏院长很重视这个技职学生技职国手的这个表现啊，所以特别在我们上一次的那个国庆日，还有我们的亲资会里头，那个伟翔也提出这个，院长都非常的重视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啊，事实上更多的资源，或者是这个行销，或者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这一部分呢、啊，事实上应该有很多的可以来说明的，然后也有一些真的是还要再强化一些的哦，所以是不是这个部分呢、啊，请国教署技职司跟劳动部啊。来再加以来回应好不好？因为这里头可能那正邦再回去再如果是我们的部分，我们来把它详细的来回应。那么劳动部这边不晓得今天有没有要补充说明？好，来，劳动部报告哈。那首先感谢这个亲资委员哈，在我们这个亲资会里面提案，让我们的国手在今年国庆呢，能够在这个国庆舞台啊站上这个。悍马车接受国人的一个欢呼，让全世界可以看到我们国人在技职界的一个成果。首先先做一个致谢。那这边在稍微做个补充，有关这几个提案，我们做个统一的回答。就是其实技职国手产生是它有一定的一个程序存在，它必须是从我们的分区赛、全国赛到国手选拔一路的比赛，然后才能成为国手。那因为每个职业只有一位国手，而且只有一组国手。那像说机器人，它是两一组，所以它的国手的产生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成为国手之后呢，我们会依照他的国手培训计划，会到各地的训练场，或是到各地来做个异地的训练，进行友谊赛。那当然，这过程呢非常需要这个企业界的一个赞助资源来帮我们做一个。技能提升一个协助，那协助的部分内容包含机具设备的一个捐赠也好，或者借用，甚至人力协助等等。当然呢，这些协助的资源原则上是要跟我们竞赛的一个内涵来做一个结合，
才能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其实劳动部针对这个企业资源协助的部分呢，我们定有这个赞助技能竞赛实施的要点。那就赞助的品项会来做一个审查。那审查之后呢，会针对这些赞助单位或个人呢，除了会发给这个免税的一个证明之外呢，也会在公开的场合予这个表扬。那因为这些国手其实刚有提到，绝大部分都是科大生在的在学学生吼。那其实他在国际赛结束之后呢，都会到学校来继续攻读这个学业的部分。那其实劳动部有感，针对技职国手的经验非常的重要。那其实这几年我们也尽量把这些国手把它扣进来，还有弄那个我们也成立一个国手回娘家的一个 FB 的社团吼，让这些国手能够在我们这些平台做一个讯息的传递。那因为这个社团是最近两三年才成立的，所以我们原则上会以这一两届的国手来优先的邀请。那未来会以历届的一个历届国手来逐渐来邀请来加入。那最后呢，我们其实对那个技职推广其实不遗余力吼，每年都要归那个编列经费来办理。像我们每年都会办理这个国手的校园巡回的一个讲座分享吼。那我们会有邀请那个技职国手担任这个讲座，然后到这个校园里面去分享他的技职的那个心路历程跟那些经验分享，来做这样的一个资讯的一个传递，让我们的能够技职能够向下再跟那个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学子能够知道我们技职的一个重要性。那以上，好，谢谢洪科长。这事实上是我们劳动部也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好不好？这也拜托再按照这些委员所关心的跟所提出来这边审议讨论出来的这些，再给我们回应，好不好？好，谢谢。还有没有？好，来，匡毅。主席、各位长官、各位亲职委员好，我是属亲职委员许匡毅。我想问一下关于意见主旨的第三点，加强对于技职国手的行销。那目前国教署的回复是说，如有相关技职选手的影片，可以提供相关连结或资讯。那想问一下，要把资讯或连结提供到哪边？那署的话可以提供协助传给国中端现场的老师。以上问题，谢谢。好。来，国教署伙伴。好，这一题的话，我再请相关的业务单位，就是真的吗？谢谢，谢谢。国教署学安组这边表示就是我们因为知道技职国手这一部分，刚才劳动部刚才已经有讲过，就是他们其实有相关的资源。那站在我们这边高级中以下学校部分，这其实就是这种典范学习跟融入教育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其实这边概念就是说，如果可以方便给我们国教署有相关的资源的时候，我想这部分我们可以提供给在教育现场的老师们，在做课程教学的时候可以做宣导。那二来就是我们针对教师的部分，其实有办理一些产业职能研习的部分。那相关的一些资源，其实我们自己在国教署这边有一个学生生涯辅导网，它其实是有提供如何去认识自己，包括就是国中生，我是高中生等等，还有就是产业连结这部分的一些资讯，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做一些揭露的一个概念，那大家可以去参考。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蛮热衷期盼，如果有这样一个资源的话，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好，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想这一些才是空白的部分了。虽然今天刚刚已经说明了，也在请各前者的一个单位再用书面的一个回应，好不好？好，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七个这个场次的都稍微走了一遍，但是我知道线上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是刚才青年我们在场的青年，或者有一些的问题。我想请各司处署相关的单位，对于前者所该的那一个议题当中，可以也一并的回应的，也麻烦一定要回应哦，因为这毕竟这总是把它融入进去，让回应更完整，也代表我们在这里头，这些我们青年的意见，我们政府都非常的重视，也听到了，所以呢，请各相关的前者单位可以帮忙做这一件事情，再来。因为这个完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逐字稿，大概是什么时候要请各单位对于我们今天所发言的要做其修正的也代表待会儿再请一并的说明。其次，因为我们在
11月8号、9号、10号要做整个一个成果的一个发表跟分享哦，所以在那一天当中，我想应该唐政委已经有也跟邀请各部会一定要派比较高阶的主管一起来参与与会嘛，对不对？有没有？应该有了哦。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的也是一并的也一样哦，所以再请各单位啊来帮忙一下哦，是不是这一些啊刚刚所回应的或者是要修正的，是哪一天要给我们？是不是那个家庭做一个事务性的一个报告，好不好？因为上一场我们是就是跟各部会请，就是各部会在10月25号的时候提供回应资料。那我想说，就是为了一些行政作业上面的一些统一，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11月4号的时候把资料公开在网络上面。那是不是这一场是我们还是维持原定10月25号之前提供回应资料？好，各单位各部会可以吧？好。就要拜托大家了，然后一起辛苦一下哦。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出席的我们各位亲自的委员，好，或者我们院亲自也好，我们署的亲自小组的委员也好的与会，也感谢线上刚刚也有很多的青年伙伴在 Slido 或者线上来观看，好，那我想这提出的意见，我们也拜托我们各部会或者是市署啊，能够一起的来重视，来给予回应。好，也感谢各个伙伴们，大家今天这样一个聚会，我想在其他的重要的，大概在29号，11月9号、10号就会再一次的跟大家来见面，把所有的成果来呈现出来。好，有没有其他的临时动议？有没有什么要？主席，我们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就是那个11月9号跟10号，那我们需要请各部会就是协助的事项嘛。好，来顺便说明一下，就是再次说明一次，因为有些部会可能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是整个11月9号跟10号，最主要会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大礼堂办理。那最主要请各部会要出席跟青年交流的时间的话，会在11月9号。那我们会议的时间是从2:30到5:30。那会议也同时会进行网络直播，讨论过程也会进行逐字记录并对外公开。那最主要的进行的议程呢，就大家可以参阅一下，就是会议资料的附件三。那主要包含的开场，然后还有 Let's Talk 本年度的回顾、部会自我介绍。那每一个部会说明时间是大约2分钟，就包含他自我介绍，还有对这一次 Let's Talk 的一个立场简要说明。那之后会进行一个成果交流。那最主要是青年提问以后，那预计会有1到2个部会回应，每一个部会回应1到2分钟左右。那之后来进行一个大合照。那需要请各部会协助配合的事项是，请各部会协助指定一定层级的场官出席11月9号的成果分享交流会。那另外一个是出席名单，也请就是并通，就是我们的回复资料，在10月25号礼拜五的时候提供给我们，然后以利就是后续相关的一些行政作业。以上报告。好，谢谢。